黄历正月二十是天穿日，相传这天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成功的日子。这一天，客家人都会祭拜女娲，感念她再造天地之恩。如今天穿日已经是客家人重要的节庆。针线插在田板，象征女娲补天成功。天穿日是客家人祭拜女娲娘娘的日子，在天穿日，天地回归太平。按照客家人习俗，当天是要休养生息的。天穿日就是他们因为女娲补天，所以他们今天有一个穿针的活动，然后插在那个田板，那个我们讲的田板，客家话很多田板，插在上面就代表是补天的意思。女娲娘娘的生日，然后天穿日啊，所以到天穿日这一天呢，我们都不要出去工作，哈啊，就是休息，让大地生养休息。为了感念女娲补天、再造天地，天穿日当天，客家人都会有庆祝活动。公杯婆就是当时客家人的生活意象。要冻死冻死，没办法行，所以呢，夜爱看闹热的世界啦，是爱阿公啊，一家老公把阿姑娘啊，强下去看闹热啦。所以按照公八婆啊，也就是早期的传承下来的公杯婆。外国游客看到具特色的客家文化，都盛赞台湾文化多元。Here very unique and very kind people, very kind and very harmony. It seems like it's a wonderful place for us to be a part of it. 原本是祭拜女娲补天成功的天穿日，因为具有客家特色，已成为客家文化中的重要民俗节庆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汉昌、孔祥威，台湾南投采访报道。